醒大家的是呢，好，现在全台各地都是已经在陆警的范围当中了，所以包含了台湾本岛以及外岛的澎湖、金门跟马祖。那么海警的范围呢，就包含了台湾附近的各个海面，还有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的海面，现在也全部都是列入了海警的范围。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十级暴风圈，它已经接触到我们的陆地了，就是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这一边了。不过目前呢，只剩下北北基桃还没有在它的暴风圈的影响范围当中，但是随着台风离我们越来越接近，预估呢在今天中午大概前后的时候呢，台风它就会登陆了。那等到台风更靠近我们的时候，全台各地都会被笼罩在它的暴风圈里面。那我们就从路径前视图来看一下目前台风它的最新的位置。好，现在呢它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约是110公里的海面上。那它的移动速度其实还算是蛮快的，目前是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所以预计啊，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会登陆。那么地点呢，可能就会在台东的成功到长滨的这一带，就会选择在这边登陆。那等到它登陆之后呢，其实它的速度就会稍微减慢了，就会变成19公里而已。那它会持续朝着西北之后要转北的方向来前进。那这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现在有稍微一点点的减弱了，因为它的十级暴风圈已经碰触到陆地了，所以它的结构稍微有一点点的被破坏了，不过它依然很强劲哦。目前它的镜中线的最大风速每秒是51公尺，这个相当于是16级的强阵风。那瞬间最大阵风呢，每秒是63公尺，这个相当于是17级的强阵风。那它的7级暴风半径现在还是维持在32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也还是维持在150公里哦。所以其实它的强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家千万不可以轻忽。那我们从色调强化卫星云图来看一下目前它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它的台风眼呢现在就在这边，距离我们只剩下110公里左右了。所以可以看到在眼墙这边呢，就是风雨最强的，大概会有16到17级的强阵风，现在已经稍微的有刷到了一点点台东这边的陆地了。所以像是兰屿啊跟绿岛啊，现在呢风雨都是蛮剧烈的，像是风呢在兰屿已经吹出了17级的强阵风了。那就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离我们越来越接近，接下来全台各地的风雨都会越来越大一些。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现在这个雨到底是怎么下的呢？可以看到台风眼现在就在这一个位置，离我们已经相当的接近了，所以它的十级风的暴风半径现在已经影响到台东的天气了，所以台东接下来风雨都会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首当其冲的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所以包含了宜兰、花莲、台东跟恒春半岛，今天风雨都会蛮剧烈，尤其呢就是在上半天到台风登陆之后，可能要到入夜之后风雨才会稍微有一些缓和。那另外北部地区现在主要还是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哦，但是呢加上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在北部地区也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豪雨，甚至是局部大豪雨，特别就是在山区的部分。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气象署是已经有发布了大豪雨的特报。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豪雨特报的部分呢，超大豪雨现在就是在宜兰还有花莲的山区哦，现在呢是全部都在这个超大豪雨的范围当中。那大豪雨的部分呢，包含了台北、新北的山区，还有新竹、台中、宜兰的平地、花莲的平地以及台东县，现在都是在大豪雨的范围了。那么豪雨的部分呢，就包含了有基隆、新北的平地、桃园、苗栗的山区、南投的山区，还有屏东的恒春半岛，以及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就是新竹县的平地、嘉义县的山区，还有呢这个高雄市的山区以及屏东县的山区哦。所以可以看到目前的大雨特报的范围也开始慢慢的在往西扩了，那现在主要风雨最剧烈的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哦。那等到台风它登陆之后，翻过了中央山脉，就会换成整个西半部地区也会开始要下大雨了。那雨会怎么下呢？好，今天整个上半天呢，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3点呢，会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所以看到整个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的，今天都是有机会下到破1000毫米的降雨量了，尤其就是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那另外呢，台东哦，因为会是台风它登陆的一个地方，所以台东的风雨接下来也会变得再更强劲一些。那北部地区除了受到台风的影响之外，当然就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那
等到呢台风它在大概中午的时候登陆，它就会要跟中央山脉来对决了。所以撞上中央山脉之后，它的强度其实就会开始减弱了，它就会减弱为一个中度台风，但是呢它依然是蛮强的，所以呢它会以中度台风的姿态来影响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的天气。那等到今天入夜之后呢，台风它就要出海了，但是它一出海之后，我们的风场就转变了，西半部地区呢就会吹着西南风，西南风吹上来之后，其实水汽也会带上来，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从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这段期间，其实降雨量也都会来得相当的可观。但是台风一出海之后呢，好消息就是啊，这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慢慢的要趋缓下来了，而且因为这个台风它走得相当的迅速，所以预计到了明天的下半天呢，其实我们就会脱离台风的暴风圈。但是在明天的上半天这个部分呢，还是持续受到台风的影响，尤其它出海之后呢，就换成中部地区要开始下雨了。另外呢，北部地区也还是会受到台风一些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中部还有南部山区呢，可能都还是会出现局部豪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真正我们的天气要转晴呢，要变得好一些，就是要等到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之后，到礼拜六周休假期的时候，天气就会是相当的晴朗稳定的好天气。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降雨预测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全台各地啊，今天其实降雨量都会越来越多，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是越晚的时候，风雨会越大。不过在今天呢，大概就是维持在80到100毫米左右的降雨量。今天的降雨热区主要是集中在整个东部地区，可以看到都是紫色的，紫色的部分呢，就代表至少会超过600毫米哦。那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甚至有可能来到1000或者是1200毫米。那在整个中部的山区呢，也都是会超过500毫米的降雨量。另外呢，就是在北北基的部分呢，今天也都有机会来到250毫米的降雨量。所以就要提醒大家了，放台风假呢就好好乖乖的待在家里头，因为现在外头的风也是蛮大的。来看到风力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风力预测啊，现在呢监测到的可以看到红色的点点呢，全部都是超过了10级的强阵风。那么像是在淡水呢，已经出现了8级的强阵风，兰屿的部分已经吹起了17级的强阵风。那么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呢，也都已经出现了10到12级的强阵风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它的风已经先抵达了。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